在脸书了，在脸书社团卖东西啊，可以10张照片的呀，那边呢？哦，你看那边有这么多种，家鸡和园艺啊，看要卖种子啊，工具家具、园艺啊，电器设备、家居用品，有一些文具还是那个办公用的东西啊。娱乐啊，书籍、电影娱乐，服饰和配件，领带啦、带子啦，鞋子、衣服，家庭用品呢？家庭五金呢？宠物用品也有，电子产品呢？电脑了，二手电脑。选什么？园艺的吗？选了，你看园艺就出来了。那标题。那价格。然后地点可以选，哦，原来地点可以选，地点可以选来套用呢。怎么出现这个画面还是，哦，地图嘞。那是小港机场，有没有看到小港？大平岭、大平顶、大平顶、大平顶，新市镇、林园、东港、新园、皮万丹、万丹、东港。哎，万丹比较西边呢，万峦比较东边呢，靠近内埔的是万峦，万丹那个花莲宋江镇，花莲呢，脸部有化妆的宋江镇，曾经到高雄内门，顺贤宫表演，内门呢。哦，内蒙原来在这里啊！从义井那边过来的，内蒙你看，真的内山的莱松，岐山的那东边美浓，东边山林区啊。那左镇呢？义井左镇，关田山化大内山上。
那怎么按不下去呀？啊，原来他知道在哪里嘞，好用，你看。原来是要，哎呀，要做这个动作吗？哎呀，真的嘞，要做这个动作。不过那显示的地点是高雄市嘞，奇怪嘞。怎么没有办法嘞？还是台南市啊，啊，操作都这么不容易啊！啊，这真的是要这样按呢、啊。